请问如何训练念佛号功夫啊，使其能真正压住我念？是如何能提高觉性，使佛号能在我念升起之前就能将其降伏住？如果说佛号啊，能在我念升起之前就能降伏，这已经是功夫成片了，很得力了。那一般人在卧念起来的时候，马上立刻把它降伏住，这就很难得。这叫什么？这真的会念佛。啊，一个念头卧念起来，阿弥陀佛压下去。啊，这是会念呐。卧念起来，虽然念佛压不住，卧念跟佛号同时起来，这个卧念把佛号功夫都破坏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啊，平常念佛，没有起心动念时念佛，这就是防止，啊，把它养成一种习惯。啊，用这种习惯，把无始劫以来心里面的恶念、恶习气，啊，善念、善习气都要洗掉，你的清净心才能显现。啊，恶习气障碍你的清净心，善习气也障碍清净心。啊，所以善恶习气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善恶习气都没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